这点事都办不好，啊？他不死，我睡不着觉了。哥，是我办事大意。你们记住，所有跟萧逸有关的人，谁都不能管。明白，马上去吧。小雨，这边竞标文件已经下来了，但是利润空间比较低，看一下。好，没事，只要这个项目咱们拿下就可以。好的，去吧。嗯。嗯这是啥的了？这是啊，啥？孩子，你等等啊！老爸，我娃娃，把他放回家了，来，出来接我一把来。这是咋的了？老伴儿，这谁呀？这咋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你快去打点水，给擦擦伤口吧。孩子，孩子，那啥，老伴儿，你先给他擦擦伤口，我去给他弄点吃的去。哎，好。醒了啊！你这啥时候能醒啊？孩子，你终于醒了，老头子，孩子醒了！哎，别害怕，孩子，你咋的了？咋还受这么重的伤呢？来，孩子。别害怕啊！别害怕，来，先吃点肉，来。孩子，别害怕啊！来，给我吃点粥来。啊，别害怕，过来吃点了。是自己跑出来的，我感觉一下，那既然
人他是个傻子，我看这样行不行？他总来找俩是无儿无女，咱俩就先照顾他。也行，等他家里来人找的时候，咱再还给他，省得没人照顾他，他再做点啥事儿啥的。最近来没来一个这么高的陌生人呢？真有这么个人啊，东边倒数第二家啊，你们去看看去吧。行，谢谢了大哥，走。哎，你说啥的？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咋了？外边来一伙人，找人好像是找什么啥宝，找啥宝，好事啊，是不是啥宝的家人呢？不对，我看他们不像好人，你还是带啥宝先躲躲。啥宝，妈跟你说你千万别出声啊。嗯。你们找谁呀？找谁？你心里没数吗？给我搜！没有，
没有。老头，如果今天不把人交出来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啥人啊？我不知道啊，交给你们去别处看看。跟我装糊涂是吧？今天我看你嘴硬还是我手硬，揍他！我也挺行，走，都起来了，都起来了，我操！傻宝吗？咋啥人都往里放呢？你够段位吗？我没时间跟你废话，今天我们账就算算一算。
算账。上次公司竞标，你害得我亏3000多，我还没找你，你主动送上门来了。我今天来不是跟你算公司的账，大爷的命你打算怎么偿？偿命？你偿啊还是他偿啊还是我偿啊？人就是我杀的，你有证据吗？证据我没有，但是我有证人呢。证人？哥，我告诉你，当时没有任何人。你他妈仗我！你现在所有的犯罪证据都在这个录音笔里，大哥。录音笔，你不愧是傻宝啊，还真对得起你这个名啊！真他妈傻，这回没证据了吗？你未免想的太简单了吧？你现在的所有犯罪证据都已经被传到了警方那里，你会为你犯下的罪买单，接受法律的制裁吗？大娘，你不用惦记，我会照顾好她。我打算把她接到城里，跟我一起生活。你放心吧，大爷。希望你们能打理好公司，就这样。